一味的就走前兆，结果是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那么现在这个棋，如果你撑两角士的话，那么这个棋，但它现在不能换啊，排兵啊，那你赶紧先撑起来。红兵六平七，那么黑棋就是来回飞象就可以。那么红兵七进一，黑象啊，或者是落象或者高象，这个没有关系。那么等到这个红兵七平六把老将打进去以后，那么红马下一步应该是肯定是要走这个马七退五，然后想办法这个马五退三，然后三进二，进行这样的卧槽，进行这样的骚扰。那么在这之前呢，那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红方先率五平四先占据内道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棋当然是和棋了，就是说，但是我们作为攻击一方呢，就是说尽量还是利用这个马兵啊或者老将尽量的制造出一些个攻击手段来啊，那么还是给对方犯错误的机会多一些还是比较好。那么兵帅分控两个雷道是马兵进攻势向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啊，就所以说这个帅五平四呢迟早都要走的。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光继续光飞象就行了，那飞象走一些闲棋就可以。那么红方马五推三，等到红方马五推三以后，那么下一步这个棋啊，一个是我要马三进二，要这个卧槽了。这个棋如果说现在这个盘面轮到红棋走，那么红棋如果顺利的走到马三进二的话，那这个棋黑棋就要输了，有可能就要输了，因为这个马卧槽要吃中士啊，要挖中士，但这个士就是说你这个又飞不开，你这边踩一将以后就老将进去了，你将不住他。当然很可惜，这个棋是轮到黑棋走，那么黑棋可以简单一些，就是走象五进七啊，可以将这个马呢顶一下啊。如果红棋再走这个马三推二啊，那么这个象我就倒回来了，这个没有什么关系。马一二进一，这样就是说这个看起来这个马是拦不住了，但是这个棋黑棋呢还是可以走四五推四，但一走马一进二的时候，那么我就走帅将五平六出来。现在因为这个象底象在这边啊，底象在这个七六线上，红兵冲下去只能吃到一个士，那么对这个取胜没有任何的帮助意义。现在又不能踩士啊，否则这个将六进一后，以后这个棋就被拖死了，那么这个棋可能就合定了。那么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防守一方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及时的撑起这个羊角士，然后呢就是说只要避免对方这个带着先手把马跳到卧槽这个位置去，应该说是一盘没有什么争议的和棋。那么我们再倒回来看啊，那么同样是在这个盘面下呢，有可能呢作为防守一方有一些时候啊会经常犯一些错误。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红兵四平五的时候，红兵四平五的时候，如果黑方没有意识到这个盘面有什么问题所在，他可有可能会选择走这个象五进七啊，也有可能会走象五进七。那么红兵五平六，黑象七黑五，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基本上黑方的这个子啊都不好动，特别是两个士啊，两个现在只有两个象可以走前棋。那么红兵六平七顺利的冲下去，那么黑棋没有什么可走的，那就是先飞象走前棋再等嘛。红兵七进一，黑象七黑五，九退七，红兵七进一，黑象九进七，七进九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啊，有些那个棋友可能一定会问，就是说黑象这个边象飞来飞去的，就是能不能把中象动一动？这个实际上，都差不多一样的啊。实际上，你这个时候如果是飞中象的话，红方这个马七啊，马五进七，你这个总归是有一个象还是要回到中宫来的啊。这个我们后面一个可以发现啊，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象七进五啊，象七退五啊，你总归要回来一个。
所以这个下兵的时候呢，就是说不管你黑棋怎么走吧，好吧，红棋这一步马五进七可能是能走得到的，那么黑棋象七九对七啊连上，这个时候一定要需要注意的是啊，才象这一步棋啊，这个啊就像这个棋啊是这样啊，这个才象的这个时候啊，如果黑棋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所在，及时发现问题所在，走象五进三啊，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在防守一方啊，就是说很不情愿把这个士象啊，就是说做过于零散，因为这个象如果在离得太远的话，很容易被这个形成这个双进局面，或者说是通过这个打击上的先手啊，可能会有没有可能会吃掉一个啊，所以走到这个盘面下呢，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会选择象九退七，或者说是象九进七，把这个象连起来。那么实际上，如果黑棋发现这个问题所在的话，赶紧走象五进三，应该来说还是一盘可以守和的残局。我们往下继续摆一下。现在如果红棋走兵七平六，黑将可以六四平五。这个时候红棋走马七退五啊，妄图现在马五退三，这个站到红方右，站到这个右翼去的时候，黑方可以选择占机会，现在走四五进六。等你红方再出将的时候，那我现在再走四六进五。现在你马五退三以后，这个可能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因为现在黑方你现在就是说要马那个三进二的时候，他可以顶一顶，这个没有关系。等你再退回来的时候，他这个象还是可以再连上。马二进一，进卧槽，虽然我拦不住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不用去拦你啊。那我现在可以十五退四，和刚才的这个局面是差不多一样的。这个象没有关系啊，在高处和低处的效果差不多。那么你现在在这马一进二的时候，我黑棋还是可以选择走将五平六。这样的话，应该说黑棋防守得当，还是一盘和棋啊，这个没有争议。因为现在是你总归是吃不到士的啊。但是我们刚才说啊，为什么说在这个防守一方啊，必须要抓紧时机啊，翘起羊角士呢？那么就是为了防止在这个时候啊，经常我们80%的情况走了这个盘面，应该是要犯错误的啊。那么现在这个棋，黑方有可能会走象九退七，把这个象连上。这个时候，这个象千万记住啊，不能把中象飞开啊。如果是飞也是马五，象五进三是和棋。如果象五进七的话，这个地方红方有一个速胜的手段啊，方可以走兵七进一，在底线捅一将。那么黑方只有选择将平五，这个时候红棋可以选择马七进九，下一步准备卧槽将。就是形成一个简单的绝杀局面啊，这个时候黑方在做什么样的防守都是徒劳的。这个底线兵的这种作杀啊，大家应该在实战当中邻居说要注意一下啊，比较冷，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棋如果黑方象九退七以后，红方可以选择走兵七平六，这个顺利的就是抢占了一个内道。黑将四平五，红马七退五。那么这个棋呢，我们如果作为红棋，如果走成现在这样一个盘面的话，我们可以说就是红棋走成一个马兵巧胜黑方士象全的一个局面。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作为黑棋，没有什么子力可动。现在是不能动，那么中象是飞不开。作为黑棋来说呢，只有一个边象可以动它，那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当你这个，什么时候你的防守子力啊，在你的防守子力当中，你发现只有一个子，或者说只有一两个点位啊，可以供你选择的时候，这种时候呢，应该说就比较危险了。那么就是说翻过来说，作为这个进攻的一方呢。在这个进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啊，多选择这个可以尽量的多点控制的这些个位置。那比如说现在这个马啊，推到中，就是说中间这个位置，这个马就比较相对来说的控制力要相对很强。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啊，
对方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有选择像七进九。那么红方再走帅五平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作为红旗就不要这个马就不要乱跳了啊，因为你这个马再动一动的话，就是你也就是给黑方的这个扬起视角，扬起这个视的这个机会了啊，所以先抓紧机会先帅五平四。那么黑方还是没有什么自己可动啊，只有选择很呆板的选择这个像七上九退七啊，先把象落回去。那么红方马五退三，下一步要马三进二去卧槽。现在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士啊刚之前没有这个及时的养起来，现在等红方这个马已经退了这个三路线，已经下一步要卧槽的时候，你再走这个十五进六或者说是十五进四啊，已经是来不及了啊。首先十五进四肯定是不能考虑的啊。那假设现在是十五进六呢，红方马三进二去蹬你，你现在已经连不上了啊。如果你现在连上这个马二进三一蹬将，很快就兵六平五，把这个兵把这个士就排掉，那这个棋黑棋很快就输了。所以黑棋这个肯定也不能让这个红方太简单的抢占到这个位置。那么黑方也有可能会最顽强的可能是会走象五进七去顶你一下，这时候红方可以选择马三退二。在这个三路线这个进马无路的情况下呢，适当的进行这样的迂回应该说是这个马兵残局在这个实战当中的运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巧，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马呢在这个残局之中啊，它这个攻击点位或者说是它这个运行的这个路线要比这个炮要迂回，并且来说要繁杂的多啊，所以有一些招法看起来也是相当的隐晦，不像这个炮兵的这个直线型的这个进攻词呀看起来那么直接所以就是说像这种迂回的手段大家要多加注意一些啊。现在这个红方这个马三退二以后呢，那么下一步很明显了，我要进行我就是马二进一啊，要这样往上绕，马二进一以后马一进二很快就扑逃了。现在这个棋因为你象啊虽然说把这个马顶住了，但现在这个象呢也缺乏这个保护，这个象是个没有根的子儿。但如果你现在走像七进五或者说像七进九，不管你怎么样象能连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走十五进六的话，当然是要这个羊角是可以扬起来了，但是这个马二进一很快就把象给蹬死了因为你现在象已经来不及逃脱了，马一进二马上扑槽绞杀，这个棋很快就完了。所以如果黑方要先走象七进五先给象升根的话，那么红方马一二进一以后眼看着马一进二下一步要沉杀所以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你现在如果走向南角士的话，那么红方马一进二下一步要卧槽，如果你是六进五这样马二进三然后再接着兵六平五把中士白白吃掉这样的话黑方很快就落败了。所以就是说红方一旦就是说能够走到现在我们盘面上所看到的这个局面的话，就是说红方这个马兵这是一个马兵取胜势胜权的一个巧胜的一个形状我们上一节课讲三局的时候一直在想一直在跟大家说一个形的概念。那么现在这个棋呢已经不是这个和形了现在已经是一个死形了。那么再看黑方象七进九红方帅五平四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有人会说既然这个象九退七给这个红方的一个机会给红方一个运马五退三一个迂回的机会，那么现在说我能不能选择把象飞得高出来呢？这样的话如果你马五退三，那我现在是五进六对不对因为你这个正好慢了一步，所以黑方可以从容的翘起这个羊角士，就是说但是我们说呢
这个象棋的这个残局啊，它这个高升指数就在这里啊。这个当黑方走起这个高上的时候，红方呢可以再等一步棋啊，我们可以再等一步。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棋，我走一步帅五进一啊，帅四进一，不好意思啊。现在因为这个两个士啊都受到这个中晚的一个牵制，它动不了，那段时间呢没有办法跳起来，那两个象肯定是要动一个的。不管你动哪一个，如果你象七退九，那么红马五退三，这个和刚才这个盘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如果你当然你现在还是要飞上去顶的，不管你怎么顶，红方这个啊，如果就是说如果黑方这个象九进七的话啊，稍微等一下啊。对对对，红方可以先等一步棋啊，先等黑方走一步棋。这个我们可以看啊。现在这个象呢，因为两个象现在只，就是说你必须要动一步棋了啊。那么，比如说你现在这个象五退七啊，就把这个中象动一步，我可以选择这个马五退四，就是踩一步象。等你再连起来的时候，那么我马四退二，马四退二以后，啊，你要飞士，那么我再走。马二进一，你现在在走四六进五的时候呢，红方马一进二，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因为马卧槽以后现在很快要吃兵，但这个中士呢已经飞不开了啊。现在如果你把士飞开的话，红方马二进四，然后等你出将的时候，红方可以帅四平五，这个摆脱牵制啊，等于就是说白吃的一个士啊。如果你现在要动这个九路这个边啊，动这个七路象飞边的话，那么红方还是马五退三，这样的话你还是要这个防止对方马三进二，不管你怎么走还是要顶一下的，那么红方再走马三退二。这个我们看啊，红方马二进一是先手，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只能走士五进六翘前了士。红方马二进一，黑士六进五，红马一进二，这样的话就是说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盘面就一样了啊。红方现在就是说下一步呢马二进三啊，要卧槽这个黑方这个士啊，不管怎么说肯定是要丢啊，这盘棋走在这里就是败势一定啊。所以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西藏区全啊防守马兵的这个局面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作为先手方这个攻击的一方，就是说要以这个兵和帅分控两类啊，然后以这个卧槽马威胁，然后尽可能的就是白吃对方的失象。那么作为失象就是防守一方呢，就是说尽可能很翘起这个两角士，尽快翘两角士。这样就是说在这个不出问题的话应该可以成功的谋得和棋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棋呢啊，就是在这里啊，我们看一下啊。当然就是说红方的呀，一定就是说注意啊，这个马呢在我们现在看的棋盘这个位置，就是说应该说在进攻的一端应该说是最好的一个位置啊，应该说是最好的一个位置。那么黑方的老将就是要抓紧机会，肯定是要
先露头啊，先露头，不管露到哪一边，那么这样会给这个红方的这个进攻啊增加难度。只要红方这个兵啊和你的老将不在一边，那么他势必就要通过这个兵行线啊去拐到另一边去，那么黑方可以借机趁机占优势啊。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双方呢在这个攻在这个局面下来这个攻防要点所在啊。那么现在我们先看再看这样一个盘面啊。现在我们看这个局面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马兵对施战权的这个盘面之下，应该也是很容易出现的一个局面啊。马后炮，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那个局面是马兵巧胜施战权的一个局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施战权防守的情况防守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漏洞啊，出现了一些盲点。那好，我们现在再看现在这个局面啊，这个棋呢在一些个我们之前这个学习这个定式残局的时候，在一些专著里面也没少提到过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邻居当中也能遇得到。那么现在这个马在踩中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专著里面都是讲的是象五进三。因为这个应该属于是一个惯性思维吧，就是说防守一方就是感觉这两个象最好就是感觉还是能够尽量连在一起啊，可能把握性要大一些，所以这个象五进三呢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走这样的棋。但是这个是应该说是在古谱当中它是处于一个盲点啊，这个棋应该说是一步败招。那么正确的应法黑方还是应该走象五进七啊，这样的话应该还是一盘和棋啊，应该还是一盘和棋。那么我们现在看啊，为什么说这个象五进七能和，但是这个象五进三就和不了呢？我们再看啊，如果你现在走象五进三啊，象五进七，象五进三，红方可以选择走马三进二，先蹬你一将。这一将蹬完以后啊，感觉上好像这个红方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攻击点，那么四又不能踩，现在这个兵又靠不进来。好像没什么棋，但这个时候呢红方可以再等一步棋我现在比如说我象七进九二，或者说帅子退一啊，随便走一走，随便退一步帅。现在这个红是因为你上不来啊，你马二退三很快要拱势，这个中象这个退不回来，所以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象三进一飞个边象。那么红方马二退三，这比较重要，就是红方可以兵入进一把这个底势给你拱掉。这个是我们发现，就是说虽然说红方兵换了一个冲到一个底势，但是这个黑方两个象都不好动，没法动，最终的结果只能选择在象三退五，或者说是象一退三，再送给红方一个象吃。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马底兵对单士象的一个局面啊，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应该说是红方必胜的一个局面。那么我们再看啊，那么如果你象五进七，红方依然选择这样的思路，那么马三进二蹬着一将，那我就上来了。这个时候你在等没什么意义啊，黑方可以象三进一，这个时候你再蹬将的话我就下去，这个是因为没有这个双控的情况出现，你现在带走这个兵六进一拱卧底士，因为这个象现在在这个七路的合头啊，没有在三路上象尖，所以这个不影响这个一路边上的这个路线，所以我可以选择走象一进三，然后再走象三退五连起来。这样的话应该说是黑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红方
一个兵就是换了一个底士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那好，这个马兵对七象拳的这个攻防要点呢，就是说跟大家就先介绍到这里。主要的就是说还是作为红方来说呢，就是说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在我们邻居之中看到的这个位置啊，这个马现在跳到的这个位置应该说是红方在进攻途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位。那么作为黑方来说，就西藏拳一方的防守，就是说还是尽量的要起早啊，撑起两脚士。不出意外的话，这个马兵对西藏拳的棋也应该是一盘和棋的局面啊。那好，这个棋呢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再说一个炮兵啊，一个炮兵对在这个盘面下怎么去攻击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炮兵对这个士将拳呢之前呢，现在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盘面啊，先看这样的一个盘面。红方呢是一个炮一个士，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兵啊，一个底兵。黑方是一个单士单象。那么现在这个局面下，红方能不能够取胜呢？那么我们看啊。这个时候红方能够取胜的一个途径，就是说能够白吃到对方的一个士或者一个象，应该说是就能够取得胜利。但是这个象呢，因为你缺乏这个必要的这个空性手段，所以这个吃到的可能性基本是没有啊，没有什么吃象的可能性，除非对方送给你吃。那么这个局面呢，关键之余落脚到这个，你对这个黑方的这一个单士，这一个孤士有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不能把它吃掉呢？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个棋啊。这个时候如果是黑棋走棋，那么我黑棋就是简单就是象五进七，象五进三，这样走前棋就行了。只要红方的炮一旦走开，那么黑方马上落士。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落士，那么给红方给红方这个士四退五落回来的话啊，那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棋给红方这个顺利的士四退五落头的话，那么下一步我就进王，然后在这个当然这个时候你进来的话，红方先要走这个士五进六啊，保证这个兵不要被这个赶得到处乱跑。那么现在如果走成这个局面的话，那么红方将来就是说我进帅的这个楼顶有可能会过来把这个士啊，这个孤士有可能被打死啊，这样的话这个黑方应该要输啊。但很可惜，这个红方一旦是炮只要一走开，那么黑方就马上就落士，你等你再回来的时候，那么我就再飞上来啊。这个你要是走帅，当然这个棋你能吃死这个士的前提就是说你能把它牵制住，你这个老帅进去出去是没什么意义的。那么你动兵我就飞象，这个就是我们看应该说是红方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取胜的啊。那么我们再看啊，假如我们现在给红方多贴一个象呢？假如我们现在给红方多贴一个象，那么这个棋能不能赢呢？那么现在我们看啊，如果说这个时候该红棋走棋，那么红棋，不好意思啊，这个兵在这里啊，红方这个炮如果能闪开。那么比如说现在我炮四平六或者是炮四平七闪开，下一步我要落士，但这个棋黑方我还是可以选择四六退五，
这个时候有人说了啊，我能不能等一等，等他这个黑帮这个象飞到这个三路河头的时候，我这个 POS 平器过来，这个戏我不是正在打象吗？对不对？那比如说现在是这个盘面啊，这样一打象，那么这个象不能丢，哎，只要你的象一落头，哎，那我马上走十五退六，这样能不能够取得胜利呢？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啊，还是属于我们自己这个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那么如果你有一只象，那么黑方这个象可能就不会选择往你这边飞了，但他会选择走这个象五进七，选择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么这个棋呢，你是说要取得胜利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时候你再分炮，那我还是有事。所以这个棋呢，黑方的这个象啊，就是属于这个迎风摆柳啊。你到哪边，那我就到另外一边啊。总之是不让你这个带着先手把这个将露出来。那这个局面上，应该是红方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应该防守得当的话，还是一盘和棋。那么我们再看，假设我现在再给红方，那么再添一个象，那么这个局面下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可能啊，我不说，有这个有些棋友啊，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如果说红方有两个象的话，那么这个棋应该说是可以赢棋。那么假设这个棋现在该黑棋走棋，黑棋现在所有的子都动不了啊，所有的子都动不了。那么如果你现在要走象五进三或者象五进七，甭管你往哪边飞吧，对吧？不好意思啊，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操作。那么如果现在该黑棋走棋，黑棋不管这个象五进三或者象五进七，那么红方均可以选择这个炮四平三。因为如果红棋有两个象，如果红方有两个象的话，这个时候红方因为是攻防，他这个两个象要飞到河头应该是他的权力所在，这个你拦不住啊。所以这个象不管你飞到哪一边，那么红方都可以通过这个炮四平三或者平七的这个三路线七路线打象，通过这样的先手可以抢占到可以抢到这个44退伍这步棋。那么接下来不管你这个怎么走吧，红方都可以四五进六，那么我就是四五进六，然后再帅五进一帅五进一啊，打四十，这样就赢了啊。那假如说这个棋即使说啊轮到红方走棋，那么这个是红方最多就是说我等一等你啊，这个时候如果我现在退象的话，那这个没有什么意义，那黑方可以选择象五进三，那么你再上去他就回去了。但这个时候红方那我就是一步棋当两步棋走就完了，就是说我可以 POS 平三 POS 平二，就是说随便先走一走，那你直接落势吧，那我再回来啊。等你在这个象五进三的时候啊，我再等一步棋就好了，我再等一步就好了。你现在再落回来，那我就打一将，再走兵五平六。这样的话，就是说转了一圈，最后这个还是轮到黑方走棋，就是说主动权还是在红方手里啊。你黑方是这个没有的选择啊，这就是说，走到现在的话，这个象你不管往哪没飞吧，那么红方都可以通过这个炮子平三或平七打象这个先手啊，把这个帅位亮出来最终可以取得胜利。那好，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前面这几个局面的这个分析啊，那我们就是说可以得出结论，炮底兵对这个单士单象，如果说红方没有象，应该说是一盘和棋啊，就是说赢不到。如果有一个象，应该来说也是赢不到，或者说有两个象的话，应该说是红方赢定了棋。而这个时候跟这个红方有几个士没有关系啊，红方只要这个有一个士就足够。
那您就说在这个说这个炮兵对这个孙尚权这个棋呢之前呢，我们先要说这个棋呢啊，因为它这中间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啊。最开始的时候就说对这个炮兵啊，炮兵对这个孙尚权这个究竟能不能取胜啊，还是存在着一些怎么说呢啊，应该说还是存在的一些这个疑问的。那么就是说最后之所以能够这个断定这个炮兵啊能够取胜的这个就是建立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炮底兵对这个单向能够取胜啊。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现在这样一个盘面啊，不好意思啊，我喝口水。那么现在我们看现在这个盘面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就是说一个红方是炮兵，黑方是士向权，那么这个是红方这个是就是少一个士啊，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有一个士就足够。红方这个两个象或者一个士啊，它总归就是说还是能够蚂蚁24是什么意思，是说我知道什么意思了啊，稍后这个我们再说啊，一定能够说到的。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棋啊，红方这个两个象就是说它总归是能够取得能够走到这个位置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这个黑方没有什么这个手段可以阻止人家这个象分这个形状。那么这个至于这个老帅露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说是红方啊还是这个没有问题啊，你总归是防止不了这个老帅露头的。你看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说假设这个棋黑方的老将已经在外边啊，哎呀这个太麻烦了，那这个应该说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好，现在就是这个盘面啊，这个红方我可以通过这个打将把老将打回去，然后再落士，这样你如果再出来的话，这个炮再随便抬起来就好了啊，将来你这个要随便动向啊，我就把兵排过来，然后当你再飞上的时候呢，我就是说我可以随便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等这个象不管你这怎么飞吧啊，再飞一飞的时候，那我再走兵子兵阵，把你打进去以后再走这个兵炮子兵阵打象，然后通过这样的手段，我还是可以很简单的这个抢占到四路线啊，所以就是说红方的这个老帅能够露头，这个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啊，肯定是能够走得到。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个盘面下啊，红方怎么样能够取得胜利啊，红方先走炮八进八进底炮，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黑棋没有什么可以动弹啊，是象就是说只能开始走前招，黑方走象五退七，红兵六平七，黑象七进五，红兵七进一，那么你再飞，那我就再想，黑象七进五，红兵七平六，黑象五退七，红士五进六，这样的话就是说红方把这个士
飞到这个六路线，然后这个留出了一个把这个中路留出来，然后这个黑帮没有的什么可走的啊，那当然也只能走向激进五，红帅四平五。这样的话就是说黑帮现在是说这个中线已经是不能动了啊，因为从兵六平五他就把中士就白拱了，但是现在那个底下又动不了啊，老帅出不去，所以这个黑棋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是走这个士啊五进六，把士飞起来，黄方兵六进一把敌士冲了。黑将五进一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你将我平六，我依然还是走这个兵六平一把这个象排掉啊，所以大这个大同小异啊，没有什么差不多的。好，红兵六平七把象拱掉以后，那么就是说黑方将我平六啊，红兵七平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红方通过这个城底炮啊这个威胁，最后呢达到就是说一个兵啊冲掉了这个黑方的一个单士和一个单象，当然这个兵已经下到底线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刚才就是说形成的就是个那个盘面。我们刚才说黄方有两个象可以赢啊，黑方这个单士单象是一个败定的局面啊，这个我们可以跟大家走一走试试看啊，就是说刚才有蚂蚁二十四那么现在这个棋呢，黑方因为他这个不能让这个将五平六啊给他牵住，将五平六牵住是不行的，那这个棋肯定是要走十五退六，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红棋他总归是可以走到这个炮的这个力道的牵制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我们在这边走的话可能有一些牵强附会的这个走法，我们只是让他尽快的走到这个盘面。实际上就是说黑方也没有什么选择啊，红方肯定是能走到这个棋的。那么红兵排一步，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局面啊，这个象不管你怎么飞吧啊，红炮过来打象，哎呀不好意思啊，在这个局面下红帅肯定是要出去的。然后这个棋呢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难就难在哪里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棋如果该黑棋走你就是比较简单了啊，如果该红棋走可能就比较麻烦，但是我们再重复一下啊，红棋可以把两步棋当一步棋走啊，这个拆开两步棋走啊，就是这个平炮我们可以先平一步，等你飞过来的时候那我再平过来，那这个时候你象肯定这个士不会乱动啊，那我肯定是怎么走象，那我再走这个打一将，然后再排兵，对不好意思啊，我可以就是说啊，对我可以再这个再走一步棋，再等你一步，等这个象再退回来的时候，那我再走这个炮这个平四打将，然后再走兵六平七这个红棋总归是可以走得到的啊，那么黑棋这个棋不管你怎么走，红方都可以选择这个打象，然后士四退五路头，这样如果这个黑将要进去的话，那么红士就是五进六，那么像不管怎么飞啊，红炮三平六这个位置是比较重要，或者说这个棋呢也可以选择这个现在直接上我家也可以啊，如果你现在拐出来了我就上去因为下一步这个你如果吃了兵的话，那我就进老将了，要叫杀这样我随便牵制住随便吃掉你一个黑棋，随便丢掉一个士或者是一个象，应该也是要输的局面啊，所以这个棋红帅上帅，那么黑方这个棋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如果你现在再走象，那我就还是进老将，下一步因为这个炮三平四马上要打死这个士，对不对，这个作为黑方来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现在再出来的话，我可能就打一将在这个炮六平四
这士被打死了啊。如果你现在上来的话呢，那你现在上来的话，那这个时候啊，作为红方这个炮啊，可以炮三平五。这个如果你现在在落士的话，那我这个落象打一将就把士打掉了。现在老将不能动啊，只好选择象这个一进三，那么红再走这个炮五退一，这个下一步不管你怎么走，士六退五打将啊，然后再帅四平五。接下来就是说红方这个简单一些，就士五进六，然后走炮五平五绞杀。黑方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个中午啊，要送这个士或者送象，解杀。但是这个棋，因为我们说红方有一个士啊，有一个士的话，只要吃掉对方的一个，吃掉这个黑棋的一个象或者说一个士啊，都可以取得胜利啊，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说两个象的话可以百分百取得胜利啊，就是这个原因。那好，既然说。红方就说因为这个有这个炮底兵啊，炮底线兵对这个黑单士单象这个必胜的这个条件啊，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城底炮简单的取得胜利。那么鉴于这个原因，就是说黑棋能不能就是说在这个对方城底炮之前啊，翘起这个羊角士，形成这个羊角士的这个形状啊，现在就给我们看啊。那比如说现在这个四路的底士现在到了这个六路啊，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啊，这个时候如果说红旗啊还是这个你不得其门而入啊，还是这个在这个底线啊，纠结于这个底线的攻势啊，还是为这个底线就做文章的话，那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黑方啊，相反精益这个飞起来，这个你随便让，因为你现在这个兵啊是不能往上随便冲的。如果即使你这个冲下去啊，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只能换到一个士啊，换不到这个两个啊，因为这个底炮的底线这个现在是缺乏牵制。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红旗啊，就不能这个在这个底线在这个过分的关注啊。那么红方在这个局面下怎么样啊进行进攻呢？我们看啊，红方先走兵六平五。那么兵六平五这一步棋就是说，如果如果这个红方这个象，就是黑方这个象啊，现在要记住乱飞啊，当然这个象肯定要飞的啊。如果黑方要顾及这个红兵这五平四啊，顾及这个红兵五平四这一步棋的话，现在有可能会走士啊，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啊。如果你现在要走士四啊，士五退四，那么红方可以走炮八进七，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个底线的牵制，就是我们刚才就看到这个盘面啊。红方可以顺利的把兵绕下去，然后换这个冲掉这个黑方一士一象，从而取得胜利啊。那么这个士如果你飞到这边来呢，那这个当然就更不行了。这红方这底线就打一将，这个作为黑方可能马上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兵六平五以后，这个作为黑方来说啊，也只能是飞象啊。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棋，黑方走象五进三，或者说进七啊，红兵四平三。那么这个就是说炮高兵啊，对这个羊角士，这个攻这个羊角士的第一个步骤，先用这个高兵盯住这个士啊，不要让他这个再转下去。那么接下来就是说黑方你不管去怎么走吧啊，不论黑方是怎么样进行防守啊，就是当然就是说黑方这个士动不了的话，那当然只能是走象了啊。红方都可以四六退五，然后不管你怎么走，红方总归是可以走到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盘面啊。那好，那么这个就是说红方
这是炮兵啊，攻击这个师长权的第二个，应该说是第二个步骤啊，就是用这个炮，再把这个高士再盯住，啊，然后接下来，那么接下来这个红兵呢就可以啊得以顺利的，兵四平三啊，现在就是这个棋红，黑方的话只能是走象，那么红兵四平三，这个可以做得到啊。那么黑象九进七，红兵三进一。那么这个应该就是说红方第三个步骤啊，用炮盯住这个士难以动转以后，再把这个勒到这个兵啊，再拐过去，然后往下冲啊，然后再这个用这个三路这个兵啊，把这个士啊再给他盯住。那么接下来这个棋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红方盯住这个士以后啊，这个黑方没有什么可以动转的子力，就是说只能这个亦步亦趋的就是说走向啊。那么接下来红士啊，四退五啊，就是说啊，这个象随便你怎么走吧。那么红士四退五，你再走，那么就是走四五进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黑棋啊，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动弹的啊，没有什么可以动弹的，那就是说只能是这边的走象，红炮。甩开，然后这个棋呢如果像现在这个象呢还是要动的啊，红方这个可以选择走这个不好意思啊，让我看看这个棋是怎么回事。对，是这样。这个红炮盯住这个士以后啊，接下来是把士啊退回来，这个分到这个六路线上啊，在这个再转到这个六路线上啊，然后等这个象起来以后啊，红旗这个炮啊再高起来，那么高起来以后，这个象呢就是说你他下路这个要架中炮。要加重炮，要吃这个士。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在走这个象棋进走，或者象就随便走吧啊。红方可以走这个炮的平五，准备吃士。如果你现在是走这个将五平六的话，这个士被白打掉了，那肯定要输了。如果你现在走这个平六的话，那我这个红方还是可以潜来走炮五退二，把炮收回来。然后紧接着呢，就是说将来你不管怎么走。紧接着不管是红方黑方怎么走，这个红方这个帅都可以上到这个三楼去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棋啊，你现在要走这个帅进一啊，当然进一是不能走啊，那么象七进九，那我帅进一，你再走，那我再走这个将帅五进一，那么你再走，那红方进王打中象，这个中象现在是不好动。如果你现在要把中象飞开的话，红方可以去兵四平五啊，兵三平四把这个士就白拱了。如果你现在走这个象九进七啊，这样连胜的话，当然也是可以啊，就是但是这个棋红方可以炮推再等一步棋啊，再等一下，再等一等。然后你这个象呢，现在是象五进三不能动，象五进三不能动，就是说这个象七路象呢也是失去自由，也没有办法动弹的，只有可能选择走这个将四平五啊，还得转回来。
然后紧接着红方可以选择走四五退六，然后接下来你这个红方可以帅五平六啊，抢占雷道，然后这个是五退六拱四。哎，这个其实怎么回事？怎么走不到了？太久没。天门风，啥欺负？哦，是这样。哎呀，难怪。抱歉啊，这个是红方在这边缺乏一个次序啊。红方用这个士啊，盯住这个，因为盯住这个士动不了以后啊，接下来这个要有一个次序啊，就是说要把这个老将啊要拐过来，就是说现在这个棋黑方只有选择这个上下走象，红方走帅四平五先拐过来。然后再走帅五平六，把这个肋刀站住。然后这个棋，就是黑方不管怎么走，红方，把这个老将先高起来啊。然后，随便啊，这个棋黑方不管怎么走吧啊。红方接下来呢，就是说可以，选择在这边进行这个随便把这个象啊随便打一打，随便打一打啊。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象要不舍得进中线啊，你最终有可能会这个要退边，但是这个一退边的话，就是容易出问题啊，就是容易出问题，就是说在这边有可能被这个炮啊，在这个中路一打，你可能就打乱了啊，整个就打乱了。如果你现在，这个棋如果现在你这个士飞不开啊，如果你现在打算出血的话，那么红棋就是炮五进二就行了。就是说这个棋为什么说先炮五进二就赢了呢？我们再看啊，如果在我们在这个攻击上的同时啊，这个象退回来中线了，那么这个也就简单了啊。红方可以选择走这个炮三平五，再加中炮。那么炮的加到中路以后呢，当然这个士啊，你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炮这个老将肯定要出去了，那么红方炮五进二，把这个炮升起来，那么这两个士都动不了，只能走象，红士退回来，你再走，那么就是，我把这个老将进来，黑王再走象，红帅五平四，这样的话，这个象现在是中路退不了了，退不到中路来了，那么只能是到边上去，红士，五进六。你再走这个象九进七，红炮啊，这个五退二，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象你现在退不到中路来，如果你要退到这个边上去的话，那么红方这个象三退五就把这个底士啊就把这个中士打死了啊，那么就是这个棋打死一个士。那么这个作为红方，在这个进攻子力又没有什么减少的情况下，应该说是可以取得这个最终的胜利。那好，这个残局呢，基本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啊，都是我们刚才看啊，如果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攻击上的时候，这个老将啊，这个象要飞到边上去啊，这个一样的，我们这样打将对方这个老将还是得出去，然后红方把这个炮升起来，然后因为这个士动不了，他只能动象，然后红还是这个四退五，然后紧接着就帅五平四啊，这个因为黑方没有什么可以动的，那么黑方红方可以简单的这个帅五平四抢占雷道，紧接着就是将这个士再挑起来啊，再挑起来，等待黑方这个。天二峰，你看下棋的，给谁下？
那这个时候，作为黑方，两个象都在高胜的位置的时候，红方也不能太着急啊，还是在等一步棋。等这个两个象飞开啊，失去联系以后，红方再走这个象的退伍。这样的话，这个中士呢就被打死啊，因为现在老将进不去。因为你现在上来的话，这个统一将啊，你还是要丢士。所以如果这个棋下成这样的话，应该说是红方可以白白的吃掉黑方的一个士，从而取得这盘棋的胜利。那好，这个炮兵对这个黑方士上权的这个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还是掌握一个要点啊，就是说作为攻击方来说呢，就是炮兵一方来说，能够赢棋的这个基础，就是说首先来说建立在一个炮底兵对单士单象可以取胜，但前提是就是说红方必须要有两个象啊，有一个士就够，就没有关系，必须要有两个象。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攻击的对付这个羊角士的时候啊，这个兵呢切记就是不要去着急太过于这个着急去下，首先就是说先这个炮啊一个高士吊住这个士不能动弹，然后掌握这个次序啊，就是说最后要吃这个红方吃这个黑方的中士，从而取得这盘棋的胜利。那好，这个棋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啊。好了，因为这个，因为咱们白天啊，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为什么今天就是跟大家就是说这两个棋啊，不多说了。因为白天呢，本身来说咱们自己啊，很可能时间上本来就比较紧张，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像大江老师啊、大江东旭啊，或者说是其他一些个棋友啊，他们本来可能白天就是自己要工作啊，或者说是要自己要拆迁什么的，本身说时间可能安排的比较满，然后可能有空的话就是晚上这一段时间，可能准备的时间都不会是太充分啊，准备的时间真的就不会是太充分，所以大家都来谅解一下。然后我今天在这个吃完下午饭回来以后，我还问这个一小姐啊，我还问就是说大家看有没有自己就是说有一些个就是说不是特别理解，或者说就是干脆就不懂那种局面，然后我们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棋，然后跟大家就说有针对性的说一说啊。当然可惜大家也没有说，所以我就临时就是把这个马兵啊对这个和这个炮兵啊对象权这个局面，可能邻居当中我们遇到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可能就跟大家说一下。那好，今天就是说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好吧？看看谁还有什么说的。大家东西老师，我看刚才是不是在这里？在吗？好，就是说今天我就是跟大家就先说这些吧啊，可能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然后应该大家也能听得清楚吧？我觉得我刻意还是说的比较慢一些的啊。对，好，只要清楚就好，或者说还有说是不清楚的地方，说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意见啊，或者说哪里需要改进的，大家可以提一提，没有关系。或者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平时这个棋啊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那天有一个棋友跟我说，能不能把他自己的这个对局啊，跟就是或者我自己的对局拿起来，就是说跟大家去在这里面讲一讲，分享一下，其实这个都可以啊，但是还是需要大家配合啊，就是说你们自己就是说平时下的这个棋啊，有一些自己把它记下来，然后放了把棋谱啊发过来，然后大家在这里边可以探讨一下啊。前面红方炮比里边是单士单象，比上黑单士象啊，这个乐在其中。可能是不是有新的见解？我个人认为是可能必须要有两个象，一个象肯定是不行。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见解？没有关系，那个谁可以给他提上来啊？
给那个乐在其中气候提上来，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喂，你好，能听见吗？可以赢吗？喂，哎，你好，你是啊？哎，曹操，你好，你好，嗯。你好，你好，能听见吗？这个是我看过洪华讲吧，这个炮兵对十项拳，有这个视频，必须得俩项好像，一个项是可以的。而且你而且刚才你也讲了，他应该是对方是高项的话，你要高兵；低项的话，你低兵，是不是这样式的？大概是这样。哎，对对对，也应该说是有两个项。这个乐在其中说一个可以赢是。当时胡文华哥一般的大师，当时一般的大师都走不出来这个残棋。如果你没看过，这个残棋很难的。如果是讲过的话，应该知道了。这个临时想一般也办，倒也不是说大师都走不出来，可能这个邻居当中，邻居当中，因为他这个临场能想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一般是想不出来的吧。临场的话想不出来。对，临场除非就是说，个人就是说他这个基本功比较扎实，就说同样的是一个盘面，可能是对方走的不太好，可能。如果是对方走的不太好，对对对，像这样的这个残局应该说是。应该说的。